现在我们已经到这边了啊、哦，今天我们还是用这个红虫来当诱饵，看的等会流水变小一点，我们去站在钓钩上那个地方去钓啊、哦。现在准备下竿了啊、哦。现在流水有点大啊，期待流水大出大鱼啊。这个有东西啊，枪口太轻了。怎么变这么轻了？前面那么有劲，可能是换钓吧，估计肯定是换钓，会偏。到底大不大？应该三两左右吧，三四两也有。黄的啊！不用拿叉网，这么大鱼还拿叉网？不用拿叉网，三四两的送齐了。今天黄钓感觉变肥了啊！这个可以，挺肥的。终于来鱼了啊！终于不空进了，接下来就是赚钱了。我们今天光熬了的钱弄满了一两百，油钱就不说了。今天肯定要赚钱是吧？今天天气这么好，难得天气这么好出来钓鱼，风平浪静。再给他挂一下鱼网。继续放长线钓大鱼啊！哎，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钓啊！放长线钓大鱼啊！这个地方离下游礁石，上次这个地方钓到国沙，是不是？对。今天看能不能再钓到国沙，或者石斑鱼怎么也行啊？各种还行啊！我泡的钓啊！鱿鱼呀！红钓已经痛堵了，给它解解钓啊！嗯。错不错啊？都给它养起来。来，准备继续下竿。看来是不是还是有鱼哦？还行，黄钓，都是黄钓啊！这口太鲜了，三条了啊！又来了啊、哦！这条应该还行，哎，不是很大，喂、哎，不大，仙头也来了，这条肯定大，这条肯定大，应该还是黄钓吧？你说准备抄网，带抄网，今天没抄网，没带抄网，没有，一个小抄网，那抄了。这条肯定不小，那边的，哇，特别有劲啊！哇，那边的，哇，要这个脚抄我怎么抄？没抄我啊，没抄我。哎呦，我这是乌头，哇，我乌头也来了。那什么，我没来抄我。直接提起来嘛，好了也没。这条还可以、啊，应该不小，起码一千多。你看那么有劲，难怪溜得这么久。直接来吧。我直接来，慢点。哇。直接来！哇，这头可以要，要是撸一就好了。来吧，可以，还可以呀、啊，一斤多的乌头啊，有一斤多，难怪收竿这么好。我又是大黄钓，大黑钓就十斤了。现在也挺大，看来今天真的一身没干的来啊、哦！不错啊，一斤多的乌头，来，又来了啊、哦！这边应该还不小，我这边好像也有啊，有吗？有，别急。喂，国战来了，直接来吧。今天不是我的选手啊、哦，我这边应该有个一斤左右吧。这个季节国战水好买了，国战也四千了。这个季节一斤以上的国战在我们这边起码可以卖个100澳以上啊、哦。可以呀、啊，这一条就100多了。可以，上来。哎，直接是国战。大哇，看来这条不大。连续来了两条。可以。这条肯定更大。这条肯定更大，应该是大黑钓吧？它往下面跑。我估计肯定是大黑钓，哇！你看，踢都踢不动，哇！这条肯定大黑钓，国沙，哇！又是国沙，哇！这个大的，这条还更大，你，哇！这条，超重，哇！伸手抓，对，哇！这条国沙够大哦，哇！起码有个四斤左右吧，哇！看来今天要发大财了，你看，哇！好久没有抓到这么大的国沙了，我操，应该有个3到4斤吧，最少。一条好几百到手了啊、哦！可以，这个剩一条就发财了，不错啊、哦！都给它养起来。哇，你看，这一条放在河山里面都好看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够发财了啊、哦！做的，今天清一色黄钓啊！今天黑钓还没上来，清一色红的。今天就国沙那个乌头，还有黄钓，仙头，基本黑钓还没得到，看来今天果然要发大财，都是连杆上鱼啊！一会儿一条。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啊、哦！今天收获算挺可以的。来，我都抄出来。今天这些收获应该起码可以卖个1000以上啊、哦。对。过这条大国沙应该可以卖个1150。这条能卖。4斤左右，可以卖个500-600最少。下次试一下分钓嘛，应该可以卖个1000多。这种挺好的一片啊、哦。走，那我们再赶紧上岸买钱吧，先给它养起来，让它吃掉。